1996年，你来到了亚特兰大奥运会现场，一进门，那可真是人山人海呀！火炬手点燃火炬，田径比赛开始了。这边的标枪选手正在热身，紧接着甩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跳高、撑杆跳、铅球、跳远、扔铁饼。1996年的项目可不少啊，还有小狗都爱看的水上项目，跳水比赛，各种跳台动作真的是好看，爱看。游泳比赛紧张刺激，一眨眼就滑走了。平衡木、吊环、鞍马、双杠，再来个十分的单杠动作，艺术体操，举重。竞技类比赛也开始了，灌篮、马术、激烈的环岛赛，还有皮划艇、考验配合的双桨赛艇。最后一个项目是紧张刺激的110米栏，看台上的人都老激动了。颁奖仪式，收下奖牌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千禧年的悉尼奥运会吧，拜拜。